昨天晚上睡得好吗？睡得好，睡得好的，好，睡得好。现在心情怎么样？心情蛮好。激动吗？没有。没有激动啊，还挺淡定的，能挺淡定。您身后的这些家人都陪着您一起的吗？一起去。都是我的亲民，都是生起完的生在，现在生在。都是你的孙子儿子。女啊，亲女。亲人。哦，也是亲民。生女，生儿。第三代，他是第三代。是老三。老三的。结果了嘛？结果了，在住了个那些的房子了，就看看吧。哦，住的房子是他的房子嘛，我住的嘛。住的就是他的房子。让奶奶跟我们说，因为咱们是昨天到的这个地方，昨天到了之后呢，考虑到奶奶的身体情况呢，在这儿住了一晚。昨天晚上住的这个地方呢，她说是她，就是她孩子的这儿。那我们现在往哪里去？我们先往那边走吧。走路十几分钟就到了，那就这样子慢慢的走过去是吧？十多分钟，先走一走吧。那我们现在呢是正在去认亲的这个路上，这场跨别74年的重聚。稍等一下，说那个方向。我们差不多步行过去的话，应该是在十几分钟左右就能见面，所以咱们的这些网友啊，可以在咱们直播厅一直等着。啊，十几分钟之后就能看到现场的一个重聚。这个已经在农村北峰。刚我们了解到，现场那个宝贝回家志愿者已经在咱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在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奶奶，您觉得您弟弟现在长什么样？您想象一下。长什么样？他那时候3岁看到的，现在的几十年了，就晓不得什么样。3岁看的。奶奶刚刚说，上一次看到他的弟弟是在他弟弟只有2-3岁，估计现在长什么样子他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而且变化应该是比较大。那你觉得他现在高还是矮？矮胖瘦？就长大一米，蛮高的一米。我和妈妈那时候养的，我长得比较高是吧？我妈也蛮高的，我的妈也蛮高的。那您觉得胖瘦呢？现在胖娇也一般，男的蛮高的，不是矮，不是，不是那种矮的是吧？胖不胖的？胖不胖？胖一般的，就是一般的。一般是吧？一般的，不胖，不瘦，不矮。刚刚奶奶跟我们说，他弟弟现在应该是，他猜想应该是一个比较高，然后不胖，这样一般身材的这样一个老人。现在我们在路边等奶奶的家人。可能刚进咱们直播厅的网友还不知道，在这儿跟大家重新讲一下。现在呢，我们是在广东佛山，然后今天咱们直播的主题呢是陪着身边这位83岁的老奶奶麦英奶奶，然后一起去见证这场跨别74年的重聚。奶奶，你待会儿看了弟弟要跟他说什么？他弟弟啊，你要跟他说什么话？我没得话说的，也用得他。他是他的崽子的。他几岁？他是几岁？他是什么？那时候少不得了。我们现在旁边看一下他的家人。
因为考路上比较远，所以现在要让奶奶然后来坐车，因为奶奶的身体情况不太好。这应该已经是奶奶那边的亲人了。你们先别上，这老人先上啦。你们坐另外一台车行不行啊？我们得跟他奶奶。你看，你坐另外一台车。我们得。家家人照顾他吗？你现在又不采访，谁去采访了？快。我们就是路上要采访。你们老是盯着他们，放那个主持人的老是烦着他们。我们在直播呢。好，我知道。你要说的。奶奶您。他有家人照顾他的吗？呀，你知道。你们是。我要走过去。让你采访哪个？有。现在呢，因为考虑到奶奶的这个身体情况，所以现在是已经坐上了车，应该是奶奶分别了74年那边的亲人，然后过来接的。刚刚呢，画面有一点乱。奶奶，刚刚您看到的那位是谁？刚才这个。刚才看到的那个人是谁？是我舅舅，就是我舅舅女儿的。老公，也就是，是我妈妈的。你说的这个舅舅是那边的吧？是那边。我舅舅就是我妈妈的弟弟。我的弟弟。弟弟的。就来看你这个弟。啊。是刚才是刚才这个。大女婿是个大女婿还是？哦，他是个女婿是吧？对。哦。刚才。他相当于他已经是您舅，是您弟弟的。女婿是吧？大女婿。还有四个女，将我四个在。啊，四个女儿是吧？他四个女儿一个在，还有哪个的我还没看到。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他跟我还没看到呢。听他们说，那这样子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唐僧我没看见，家女婿看见我俩是哪个来管我要不得。奶奶，您刚看到有熟悉的感觉吗？可以，还可以是吗？看着。就不给你想的什么晓得的，他也晓得这个情况的，晓得的。我们现在是正在麦家人的车上，是在广东佛山，就咱们奶奶她曾经的这个家麦家，然后他们的这个车上正要过去跟奶奶的弟弟相聚。本来我们是打算今天要走过去的，刚刚也开始的时候跟各位网友说了，但因为路上奶奶的身体身体不太好，年纪比较大了，所以还是考虑坐车呢，会相对方便一些。刚刚咱们在直播的时候，突然卖家人就过来了，其实他们还挺亲切的，就一大早就赶紧了，就来到了这个宾馆的门口来接，来接奶奶过去。你们要不要停一下？啊？
你的做以前算五五的咯，但你那么样，你干嘛买那么低的那个？就是我们开着卖嘛，就这样。啊，我们在路上了，就先不采访了，我们把画面让奶奶那休息一下。是吗？是八十多岁了，对啊，等于说你到九五了，你晓得他刚刚出院，因为做完那个接完那个心脏了，你那时候他那个老人不能大慈大悲的嘛，你情绪一定要安定的嘛。对，太激动了，有时候是吧，很容易犯病的。虽然有像我舅舅那边，你们的工作重要，我知道，因为这样说自己动作迟钝，但是现在说的，无所谓了，我就说的，我就心里话，我说把我们自己的心情都说出来。反正你考虑老人的心情，对健康，好，这是好事，我知道。没有，但是杨丽太累了。我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杨丽要休息一下。你现在先闭上眼睛睡一下。啊，你来，快到了，没到，五分钟就到。你是老大？不是，我是老三。老三，老三喽，老三要来过，老都来了，我们五姊妹都过来了。我两个女也来过，我女也来过，彤彤来过吗？全部来了，一直啊，媳妇的来过，那个媳妇慢着媳妇。哦，还有我那个弟媳来过，就是来了二十个人吧。嗯差不多十八个人吧。十八个人。像现在只有房间盖完过了，可能也想不起来小时候那种紧张了。顶在我的村子里就讲起，只是忘了条钢。那现在全部是在高楼了。有条钢，啊，房子排起的，坑山山的。有一条小河，哦，那个房子就是一排排的，现在都变了，看起来不像了。家伙，好远到了了。啊，五分钟。好不，忘了点了。说，你慢慢你看一路看。他是说还没有看到。哦，他说不是快看得到了，他说离家里还有多远？哦，我说还有开车的话还有几分钟就到了。啊、你看路牌了。嗯。哦，泊村。泊村。泊村。马上就快到了。几分钟就到了。我妈那时候呢，啊，一边给我问了你。希望当在火星，哦，你就记得这句话，就记一句话行了，因为晓不得那时候呀。一边问了是吧？一边问我妈。日本人问我，他要带我外婆去。我外婆，我妈妈小在旁边听到。外婆要拿着金玉珍贵的了，我的那些那个村子，他得问我妈，你是说哪个村子？什么村子？喊什么名？喊火星。他是说小行为就听到他在站在这听到他我记得句话。奶奶是讲他跟他妈妈小时候去外婆家。是这样，是我外婆带着我妈妈嘛，我妈妈小嘛，就是那时候来日本人了，日本人就是问我外婆，他说你们这里叫什么地方，是这个意思。他就听我外婆说这里叫活村。是这样，所以就这样，奶奶对河村这个地方记得特别清楚。这个地方叫河村，就是这样子的、哦、所以说他就记得我外婆那说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地方，他就记住了。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你听到了大人间的一个对话，然后记住了自己家在河村。是啊。所以说小时候妈妈说的话很容易记，印象深刻那种，是就像我妈妈小时候跟我们说这故事，我第一次印象的时候，那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嘛，那个二年级好像是一年级二年级，我背着书包上那个走学校去嘛，一路山路，那个旁边我就看着那个路边有捡到一张那个传单，以前那时候台湾撒那个传单过来嘛，捡到一张，它上面写有麦克梅，
我们现在画面已经看到啊，咱们那个车现在是已经快要下车了，然后看到那个宝贝回家志愿者呢是已经在路边等了，就穿着红色这个外套的。现在马上就要见证这跨别74年的重聚。奶奶，你慢点啊！你从那边下车，慢点。嗯。各位屏幕前的网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广东佛山的河村，现在麦英奶奶正要和她分别74年的家人重聚。这是表妹是吧？表妹表弟吗？你站前面了。现在麦英奶奶已经见到了她的家人。他看到了他弟弟的孙子和他的弟弟的媳妇。麦英奶奶的家人正在跟他打招呼。麦英奶奶跟他的弟弟重聚了，就在此刻，大家看到了。刚在画面里看到的这个老爷爷就是麦英奶奶的弟弟，现在他们正在进屋团聚。麦英奶奶的家人非常激动的跟他家人在。我这个表弟，我这个天哪！车在八站，第八站，飞达地在八站，第五站在第五站在通到那个。这盘龙盘多啊！你来翻一下，你翻一下。我都等好细个话揾你啊，揾到啊，揾你揾到啊。几人面啊？我都差了八岁个。78了，我仲有个姐姐添噶。讲话完了，讲完了。两个家姐就在。麦英奶奶到底是多少岁？啊？还有个妹妹，她叫我小时候就跟我说了。要不要听听啊，婆婆？两个家姐就在，仲有个未探得到啊！你真系盼望盼唔到啦，真系。你大概几多岁啊？我这个，你家多少啊？我
手薄咁细啫嘛。啊，手薄，手薄咁细啊。啊，后屘你点知道家姐得咗职啊？我老母讲咩讲咩，佢讲我嘅啫嘛。揾都揾唔到啊！咁啲揾只艱難，真係。幫咗家姐，我家姐失蹤嘅時候，阿爸阿媽係咩情況啊？啊，咁啊，老豆喺自己打工㗎，我老豆。老母可以做工啊！咁樣阿爸阿媽有冇同你講過要揾翻呢個家姐啊？阿爸阿媽有冇講過要揾翻個家姐啊？有講揾到啊？有冇佢哋臨過山時候有冇遺憾啊？講。誒，咁你自己嚟揾嘅啦，你用心喺度。阿爸阿媽嗰時候有冇委託你哋揾翻呢兩個家姐？委託都揾唔到啊！有鼻屎啫嘛！啊，我知阿爸阿媽後屘有冇等你大個嗰時候有冇同你講啊？要揾翻佢大個老豆死咗咯，我冇知道揾到翻家人打工，打工啊！唔係真係我喺度做，好大嘅。你覺得呢個家姐同你似唔似啊？唔係，你覺得呢個家姐同你似唔似？樣似唔似？你好嘛，睇幅相啊！今年年頭我近睇幅相，好似嚟啊嘛，我一個老母嚟嘅啫，係嘛？关键是，得办得，差80年了，终于揾翻啦。哎呀，你可以认识阿爸阿妈呢个心愿系嘛？我老豆咯，三米高，32岁的时候，32岁，你们是3岁的吧？我有点冇经历啊。什么？18岁啊？当初阿爸阿妈有冇讲过呢两个家姐系点样失踪噶？咁你冇讲啊？你啲老豆问个老婆，老婆系艰难，讲嚟讲去即系眼心痛吧？咁你现在就是回个家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回到家，回到家感觉怎么样？我操！之前有没有说过说要找你的家人啊？我不同样做公务，之前有没有说要找家人吗？为什么呢？我听我说是养大的。你今年得到呢个消息啊，系咩心情啊？哎，好激动啊！之前有没有想过可以找到啊？
的呀？那以前有冇想过，有冇想过会搵到那个家姐啊？没有，搵来搵都搵到的，冇想啊！真系的。法医马警官、盲生警官，他现在就对你们姐弟俩的那个同胞间的那个检验，
结论的公告哈、啊。好，那那你先坐着。师傅，我也有问题啊。我恭喜你哈。谢谢老板。有话可以慢慢说，不要着急，好吧？对对对。反正已经回来了，是吧？啊，回来了。听得懂吗？他不是说一下，他是都是见过的，是吧？这个人家也见过，见过，见过。我把这个电动车的情况简单跟你们说一下啊。电动车我们受理日期呢是2017年8月20日。来，我办。委托的摘要呢，就是麦门麦英地区鉴定。那么鉴定要求就是进行全同胞的亲缘鉴定，全同胞就是兄妹或者兄弟之间亲缘鉴定。那么结论呢，就是倾向于认为麦门和麦英属于全同胞，这是我们的结论。你跟弟弟说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还是冬冬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东佛山河村的麦家这里，因为现在呢是麦家麦英奶奶的弟弟要和姐姐说一些悄悄话，所以他们现在暂时进到房间里去了。那今天早上呢，是刚才有广州佛山这边的公安人员来宣读了 DNA 鉴定的结果，结果就是麦英奶奶和佛山河村的这个亲弟弟确实是亲生的姐弟，所以我们今天的认亲是一个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他的麦英奶奶和弟弟的家人。啊，让我出去采访法医的，马大哥，采访我。走。他让我下车。下车，他上去了。我是说，在上面一点点，他就进去了。
我赶紧加工啊，那些设计还有什么？对呀、啊。他们设计外面来吗？还是？啊，我们那个拿到送点钱，他们在外面来吗？还是我们在里面？外面。给你们的锦旗什么代表了？就到外面了。打开吗？你公安的先在前面。搬在前面。一般打扰，就在外面走。看到，哎，姐姐，你等我把手机先拿来。我没有看到的。哎，阿哥，姐姐呢？姐姐，姐姐。啊，是吧？这公安局。一个来吧，一个来吧，好吧，一个来没来？一起合照吧。集体合照吧。现在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然后公安的代表，还有卖家两边的子孙代表在送锦旗，感谢的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和这边的公安，还有社工服务中心。爸爸，两个社工服务中心。送锦在这边，送锦在这边。爸爸。龙行在这里。送锦，龙行。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呢，是麦英奶奶的家人，然后从广西这边过来的家人正在广东佛山河村这边跟马上要向警察这边献锦旗。在麦英奶奶家人后面站的穿红色带褂的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我们接下来呢是准备采访一下麦英奶奶的家人，因为麦英奶奶呢现在和她的弟弟因为多年不见了，他们需要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说一点悄悄话，所以现在呢我们是在外面。我们也开始现在画面里的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我都是聋哑人。这些都是麦英奶奶的后代。恭喜全家都很高兴，真的。现在心情怎么样？十分激动。真的感谢这些大家的志愿者，谢谢你们给我们的关注，还有我们今天的结果，谢谢你们。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还记得刚刚的场景，刚才太激动了，眼泪止不住掉下来。谢谢。之前有见过吗？前段时间你都没有第一次过来。哎，姐，你好，你还记得刚刚的场景吗？本来很高兴的，他们也比较激动下来，给我递来吧。哦，看你们都好，都情绪非常不稳定。非常感谢把我奶奶最大的心愿完成。最感谢的是宝贝回家志愿者是吧？嗯。
看到奶奶跟她的弟弟是相聚了，嗯，我知道，但是他是给我打电话。我奶奶的话，别的都没有什么心事了，就是她唯一最大的心愿，她觉得实现不了的心愿现在已经实现了。小米就觉得她内心没什么，没什么。等一下采访你，我再说说她是怎么办的。谢谢你。你好，您是奶奶的。奶奶三儿。你是奶奶的三儿子是吗？对，我刚看您一直坐他车旁，坐在他位置旁边，一直跟着他过来。是。嗯，然后看到奶奶跟他的弟弟相聚了。肯定高兴呢，也很激动。等了那么多年。看到奶奶的这些，奶奶她这边的家人感觉熟悉吗？感觉很亲切，很亲，很亲切，很熟的那种感觉。你前段时间有过来过吗？之前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就是这一次带这些宝贝回家，等这些所有的帮助到我们外婆家的人这样帮助下才能。哎，那个，今天见到那个舅父了吗？见到过。啊，我一看到我很激动，我都哭起来了。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你们是广西那边的是吧？是，我是就是当时卖淫的老大，这是我。要不要再见打个招呼？嗯，好。又来了。为什么全部都进来？你一定要讲搞特殊。刚才说了吧。你进来，全部都进来了，等一下，我不是去一家吗？你一家全部进来，你出去好不好？我不是财务，你是特殊，你出去。不要到了。你老是这样子，搞特殊，人家不是人家都没进来，你们就明白了。不要到了哈。等一下，我们搞完了，我们在接受你们采访，好不好？你们尊重一下我们，我尊重你，你要尊重我吧？你说告诉我要我吗？几家媒体都没有进来，为什么？等一下，他们全部进来，我发疯。不是我不是嗯，对，在那里，他激动，在这边吧，嗯，就还考虑到他奶奶的这个心情太激动，啊，所以还让他们先安静待会儿是吧？他们现在当了两姐妹姐弟啊，那么久没有见面嘛，心里面特别激动万分，现在让他慢慢平静一下，要不然好像。也就是刚才这个，也就是我的表妹夫，刚才跟你说话的那个，嗯，我的表妹夫，哦，他所以说现在是舅舅了，舅舅的女婿是，对对对，是大女婿，大女婿，舅舅这边是几个孩子？舅舅也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是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嗯，我们就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正好相反，是吧？对对对。年龄我看也差不多啊。嗯，具体他们年龄是多大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肯定是要大。刚刚有问清楚了，奶奶是哪一年的吗？我没有听到问这个。还我们现在还是没有确定奶奶是哪一年走丢的啊。那就是年龄多大？因为我们，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具体是多大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我们只是据我妈妈说，妈妈说今年多大就多大。其实真正的话，要知道的话，知道我舅舅也就等于知道我妈妈了，对不对？对对对。Thank you.
没有，奶奶怎么敢那么激动告诉他？奶奶她还是太想你了。他看见照片他还能认得出来吗？还有还有七十多年之后还能认得出来。看到我那个看到地方不熟悉，看到他的他的小年纪啊，你相信小姑娘妈妈给的他的所谓就是一个我外公的名字麦大才。他在家会不会常常念叨说要过来找啊？他不念，他这个人呢，他就是我姐姐，就是地方的语言，是不是？他有点像我们以前听我妈妈说，但是你们大河的河一样，还有那个比如说鱼池的鱼啊，什么的，到底是哪个曲？不是，不告诉他了，对，他是一个村的，是不是？他想问广东话说是广西过来的这段期间，妈妈的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那个心情，他说心情很高兴的，对，他就相信了，根据这个音来说，他很高兴了。所以我那个小弟说什么，你叫你说妈妈不听不信，现在你看看比谁都主动，再把那些东西整理整理，然后准备来了，叫我们来找我们这里种的葡萄，好像你弄点葡萄，他有点白果，过去我们还拿了点白果，来了点，拿了点特产，拿了点特产，当地的啊，都是老人家自己准备的，是吧？哎，我尝一下，想什么？拿过来。他准备叫我们把那家里面他准备好回去，我们送了这么空就回去了，我们这里的土产也搞一点过去啊，给舅舅他们想想啊。啊，不是，是我他们什么时候过来的？今天早，昨天晚上，昨天晚上。你闻过没得？闻过那个标准的。他们要进去了。家人呢是拿着那个他们从广西桂林那边带过来的特产，他们自己家种的葡萄还有白果，是要进去送给他们卖家这边的人。这些是专门为卖家这边准备的吗？奶奶交代我们专门准备过来，因为她很高兴，说也让这一个舅爷爷家里面的人也品尝一下我们那边的特产。都带的是些什么？有这一个提子啊，有我们新安的特产葡萄啊，还有我们新安的特产这一个白果，也就银杏果，这边叫白果也是我们那边的方言。这些葡萄什么是买的还是自己家？在深山上面种的。
很新鲜，刚从家里面当天上午采过来，所以给他们这一个品尝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面场，谢谢。今天周剪的吧？今天周剪的，你们准备是拿着礼物送给这些新人，是不是？对，好吧。对。要尊重他，爸爸。爸爸。不好意思啊。那这个仪式要不要来？现在麦家麦英奶奶的后代18个人，然后现在正式在进到麦家这边给他们送他们当地的特产。但是这么做特仪式让你快乐。你们应该拍差不多了，你一路跟拍。这边家里，然后再送他们当地带过来的土特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京报，我们视频的直播现在正在给大家播出的画面呢，是麦家麦英奶奶的儿孙同广东的麦家见面的场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麦英奶奶的麦英奶奶的儿子辈和孙子辈的后代，现在一起进到了广东佛山的麦家。现在是祖孙四代人在认亲，麦奶奶是从广西带了一共二十个亲人，一共二十个亲人，来到广东佛山跟弟弟相认，然后现在佛山这边也是有很多的亲戚都从外面赶回来，然后在等待。现在正在给大家播出的就是两边的亲人正在认亲的环节。好，我们可以更正一下，现在在房间里面的是麦家的有18个亲人，麦英奶奶这边有18个亲人，还有麦家那边麦英奶奶弟弟那边的广东的亲人一起。麦英奶奶的家人呢，是从自己家里面带来了他们的特产葡萄和银杏果，来送到佛山，送给了自己70多年没有见面的亲弟弟的家里。现在麦英奶奶的弟弟是拿出了红包哈，分给麦家的后人。现在我们镜头上可以看到的就是李运龙，就是麦奶奶那边的大孙子。麦英奶奶的弟弟呢，麦爷爷他是现在是有一点耳朵不太好，但是今天是刚才对记者说非常的激动，然后一直在跟麦奶奶在聊天，然后在跟麦奶奶那边的子孙后代寒暄。
还是你镜头随便的。的弟弟麦爷爷，寒暄的呢是麦奶奶的孙子辈，孙子、孙女还有孙女的丈夫。现在广西的这边的家人是挨个在认亲哈。昨天我们是陪伴广西麦姨奶奶的家人从桂林新安县坐火车，然后换了好几趟车赶到佛山这边，然后大家都非常激动。喂，你有冇头先有冇影？那我们今天了解到哈，这个卖家的爷爷可能是最近身体不太好，然后刚住了院，所以身体现在两家人都已经出来了，应该是一家人哈，一家人都已经出来了，要一起拍一个合影照。就广告赚不到。
就光光等等，我们签了多少？嗯，长高嘛，对不对？应该讲。哎，小丽，老师说拉拉手吧。啊啊，少女少女，啊，大家这里疼啊！哎呀，慢慢走。对呀，我就说那手。在干嘛干嘛？在拿的那个老岳拿的。对，你说。干嘛干嘛干嘛？拿下拿下，你可以一起拿的。所以我就是说要坚持呀。三个。烟花开上啦！奶奶开不开心？你看今天你们相差了74年，离别了74年，今天终于见面了。啊？盘龙红豆啊！盘龙红豆。他们想不盘龙红豆？抱一抱，两姐妹抱一抱，离别了那么多年。同行哦，男行。可以抱抱，可以抱抱，两姐妹抱一抱。毕竟离别了74年，重新再走。你也一起抱来。好，现在是好像是有广东台的记者，现在还在对奶奶进行采访哈。你准备跟大家跟爷爷一起过多少天，生活多少天？你要回？我们现在是正在拍合影。嗯。奶奶现在好像已经不太想接受采访了，然后可能想尽快的跟自己的亲人相认，然后拍完合影，然后再一起可以再去唠家常。身体蛮强的，唔知。我想你望住镜。你望住镜头啊。刚才有什么？爷爷，你依家揾到呢个家姐，你系仲有一个家姐。
问下宝宝，宝宝想讲嘢喎，好似。奶奶，你想说什么？不行，不疼。你还想不想找到另外一个妹妹？我也是英国妹妹，你帮我。阿爸，你想不想找到另外一个姐姐啊？我找都找不到，找了几天了。你希不希望找到另外一个姐姐啊？大哥又冇咁張，細呢咁啲好難做噶，啊緊生活困難，咁住咗何況？咁然之後蝦下眼。咁依家你依家生活好咗啊？要即係想啲辦法去揾。咁我揾都揾唔到，佢揾我而家揾翻嚟，翻嚟我揾佢揾嚟揾都揾唔到，啊緊個叔叔生喺廣州同我賣報紙燈。都冇人回應。哦、啊，你當初都係俾努力去揾過係。係啊，我足幫我揾㗎。啊，咁你揾到啊？咁樣你依家另外，依家如果依家仲有家姐，你真係最希望揾翻佢。你哋大哥喺咪？張之間喺咪？人間呢咁又難。啊！现在这边的家人是希望他们可以多休息一下。咁啊，大家住住咗屋，过日子就咁梗系好啦。咁你有个家姐咁出咗咁耐，又几日再点知佢做唔做恩仔啊？佢系有阴做生，揾咗几日而家，你要揾咗啦。廿分钟，廿分钟。如果有朝一日可以揾翻你哋，咁梗系好啦。我的买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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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家的婚礼咧揾到嘅，揾到大家的婚礼咧，大家相见，依样点点见，发唔到上到有金木揾得到，啊，即系你俾人是你哋好啊，帮啲民间老百姓揾到，好啦。嗱，朱志堂嗰度地方大啲，一齐影啦，好啊，好啦，走，朱志堂啊。卖晒啊！卖猪肉，卖猪肉，啱啊嘛！翻呢度，走啦！依家去边度啊？卖猪肉。现在麦奶奶的弟弟是要带着麦奶奶去那个祠堂进行祭拜。啊，安排去。他今天买个裙子来，好吗？
都是，还有一百年清水了，没有一个女的。你用白话跟那个就是说，叫他在中间可以怎么分配？那你想结婚，结婚不用用公家，那屋里就像那多多几点不门将那那屋，管家，现在还是这样。那就是也是那种叫也是那种讲的那个粤语，那个比那个粤语要好，那个粤语要好。那么现在弟弟你要看食堂看一看，看哦，看，看看你讲讲不讲？那不讲的。咱去看看对不对？咱去看看。到老祖宗就是沟通地嘛，那个老祖宗就是这里的。啊，老祖宗就是这里，就是想拜拜老祖宗对吧？是。啊。你看，你看，小林，小林，我大山村嘞，哎呀，好，好，好，的好，你那个就是直接搞出来，这就山村。奶奶，这里变化大不大？变化这么大嘞，已经变大吗？你看看大街上还有一个小伙嘞，是不是？这个，这个小伙那边有一些年保利是从保利那里来的，一些模式来的，还搞基因。搞以上的经营嘛，然后就是，这个合适的吗？这里，你今天看会不会上这条河呀？他一直在钓小鱼啦。就是奶奶印象里最深刻的一条小河流，她每次总是想起这条河。今天看到了之后呢，她跟我们说非常的熟悉。就是在这条河洗衣服，对不对？阿叔啊，介绍你哋家乡便饭俾家姐听下啦。奶奶说，你呢度是种蔗嘅，种桑嘅，就一田桑嘅。诶，即系梗系选晒新桑。喺九年九。呢个我大姐吧，就系我睇前住你。阿姨啊，系咪好似啊？好福气喎佢。好系好似啊，你叫你两姐嚟好相似系嘛？啱啱啱。佢一边做啊？好细。哦，一广西人。广西家就差唔多关系，咪差唔多。即系电视台帮你。唉。哦，咁啊见多谢啦，真系。系咯。现在画面里看到的这些房子是比较老一点的房子，但不知道是不是奶奶那个小时候这边就有的，它包括这边的这些树，香樟树应该也是比较老的。不要听你两句话，你说。有点变化吗？那个鸡汤啊，我刚才讲，这个鸡汤啊，大鸡汤，这个鸡汤你看香不香？一人的鸡汤刷掉，人有大十次，是一人的这个有十次。奶奶说对这边的这个祠堂比较有印象。这个祠堂对吧？你一看这边，奶奶一看就认出来了，是这个祠堂。麦氏宗祠。嗰时旧时细个时候，嗰时候啊，有啲啊，阿招魂啊，嗱嚟嘅话，天天干就一左右噶啦，啊，天天装修过，咁就系啊，早啲装修过，啊，从头到尾，装修过，啊，呢个时尚都得先啊，我哋门口个厂，哎呀，叫你门口啲个火，我哋门厂下吧，厂
就这里啊？是这里？对。是啊。这样吧，这样吧。好吧，你睇下你家姐啦，睇。你一日一個人開門啊？係啊，開門啊！係你要你要係一日一間噶嘛？開門一日一間先要嘛？緊住嚟，今日啦，或者我開門飲咩？奶奶说这个祠堂是没有改变的，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没开门的。因为奶奶坐了这个轮椅，所以她的这个后代是把这个轮椅抬上，然后是要送她进入这个祠堂。卖淫奶奶带着她在广西这边的后代，一共四代人，18个人一起来到了现在，卖家的祠堂进行祭祖。奶奶以前摆酒是在这里吃饭，对不对？他们结婚就是在这里吃饭，摆拍呀，爸爸，结婚办喜事的时候就在这里摆酒，拍拍呀，爸，你办个酒还是有白酒啊？这个你们小姐，奶奶刚刚跟我们讲，她对这个祠堂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结婚以前，他们这边的人结婚会在这边来进行办酒。奶奶说这个房子里以前没有灯笼，现在有了这个灯笼，其他的是没有什么改变。好，你们看到那个墙，早上的电表有震动，关掉。
奶奶刚跟我们讲什么？啊？她刚跟我们讲这里。她说这个地方熟悉，她说见了，她说以前没不是灯笼，以前不是灯笼，以前是那个一盘一盘那个香盘香掉下来一圈一圈的那种。她记忆还是很深刻。是她从小经常来这里玩，她也给我们说过。他就是在讲这个池塘的变化，是吧？对对，他说就是现在要比以前要新一点，好像崭新的那种感觉，换了新的，装潢了一下，以前旧一点，没那么新。我的父亲是南国羊子江船的，他说他的爸爸是这样的，对。他小时候。你叫老奶奶说我回来了，回家了，干嘛？妈妈的，老爹。说了。奶奶，你跟祖宗说你回来了，你说，你再说一次，是的，他刚才说过了。啊，对对对，你们是在广州分店直播？刚才奶奶说，他说老祖宗祖宗，我回来了。嗯。他说我回来了，他说你们保佑我回来。干什么？他说保佑我回来了，我。老公，这是我真的我真的。你是他的吗？好，我肯定他。我操，我奶奶怀疑没人我吗？来。奶奶跟他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在现场喜极而泣，心情非常激动。那天梦中真来办了，他说他以前给我们说这个，他在这里玩，他说这里玩得很好，他以为我不相信，说他没有骗我们，他这个意思说啊，他说他怕我不相信，现在他说他这里不看了，确实他这里这么好，刚动嘛，好不行。我现在不信了，不行了。好，我们信了，奶奶说她没有过来之前都不敢相信，现在她终于相信自己是真的。我们这个打好了吗？要不要烧一下？
你就在这，没有其他的信息。要讲这个困难的慢点啊慢点啊行不行？慢慢弄啊，慢慢弄。你都慢慢点。对对，慢慢点。菩萨不在这，不是这个庙了哦，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菩萨那个什么庙啊？那个观音庙。有观音塑像的那个。慢慢弄。来来来，老蔡伟新高兴。还有大护法的庙堂门，在哪块在？在哪块？好哪点啊？哪边的往哪？地方住的人家，地方住的，地方住的那个，那敲墙的，可以工业，地方的，舅舅，妈妈说那个，来，这个你过去打开，有一个观音，有观音像，路左右，我两栋的，有没有？观音庙啊，过来都不带观音庙，有没有？有啊，还有火灾饼呢，还有火灾饼。奶奶说还记得这个路口有一个观音庙，让爷爷带他去。怎么来呀？
现在爷爷说确实是有这个观音庙。他说有点远，他说有一里路的。有一里路大概。啊，他是奶奶，你还记得那个那个吗？完全记得。你还记得那里有一个菩萨，对不对？他说有这么高观音像，观音像那么高，你还记得就是小时候观音像那么高，他想去看看，想去看看，对不对？去看看，去看看，那么有，我去看了。凡菩萨另外一个是。
看看镜头，看镜头，快点快点看镜头，看镜头没？一、二、三，谢谢，可以了，三三二。等会那个，有点远。奶奶怎么过去？奶奶怎么过去？奶奶她还记得这个祠堂附近一里路的地方有一个观音庙，奶奶现在想去拜一拜，但是现在时间应该因为距离还有点远，所以家人还在考虑要不要去。这个是你的那个啊，观音啊，就这样就了。他说以前那巷子就是这样进去的，真的。他说这奶奶还记得这条巷子。奶奶一定要进到巷子里。奶奶刚刚讲这个巷子的门口现在会有一个这个小的可以祭拜的地方，奶奶这种小这种菩萨，奶奶说就这样的，就这样的，一稳地关地啦，对不对？啊，拜本来要拜一个菩萨，对不对？没有，他的意思说他以前记得那个巷子门口也有这种啊，也有这种小佛地主，对不对？这是广东的特色，这边广东这样。他也记得，难道也还记得这个每家门口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啊，这就是了。啊，这种小巷子、小房子，这种老房子还记得吗？啊，我们出去吧。啊。忘了往常是经常盘在六十五盘六。现在是可以叫罗密的几点他刚刚我几个时候演的回忆是不是和小时候一样，然后刚才奶奶说哈，给大家拍一下这个房子，说石狮子是一样的，但是以前没有灯笼，然后以前也没有电线，奶奶的记忆非常的清晰。奶奶这个小图案还记得吗？上面的图案上面不是有小图案吗？奶奶说那还都有，就是后面这些那个现代化设施没有啊，现这就是没有电视线，对吧？电线没有这是不看奶奶
小经理，你带我去了，带到你们屋里来过来，你带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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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心看，这个机会一看，这种事，这老好吃，这老好吃。有那个啥子人呢？哎呦，现在家人正在问奶奶还记不记得这些老房子。哎呀，谁呢？谁呢？谁呢？徐可能还没得老吧？对，徐可能还没那么老吧？这个树也是已经很久了。还记得这个树吗？还记得这个树？奶奶还记得这棵树？来给大家拍一下。这下受不了了。奶奶还是找谁的？这是缘分。卖狗，走快一点吧。你叫江霞引导一下吧。我们家也是引导的，我们家也是引导的。现在想要找到之前老房子是吗？现在奶奶是想要凭着记忆找到之前住过的老房子。想要去，想要去找到之前经常去的一个菩萨庙，想要去看一下。这条河是不是你经常讲的那条小河？是不是？你们那个人有种啊，没种也有的。以前没起这个围墙，是不是？我原来种地接地上地的，你讲的种地在老婆。你给小陈翻译一下。
那边去的是吧？啊，那边去，那边去玩。不擦的车，咋不擦的车？我有大不擦，他不准人家不得看，哥不擦，哥你又不准人家不得看，就他不能进去。那边对，那边我就把专门找专门找的，还是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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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现在爷爷还是带着奶奶在看小时候就存在的这些老房子。这个就是之前爷爷住过的老房子。是这个地方呢是麦奶奶的外公他们居住过的地方，居住过的房子。奶奶，但是奶奶对这里已经想不起来了，好像。
爷爷在跟奶奶说，这些都是之前的老房子，这些的砖都是之前小时候一样的砖。爷爷说他在这河村这边做了三十多年的村支书，三十多年的队长。二十四岁到六十岁。他说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菩萨，然后爷爷说没有了，从土地改革之后就已经没有了。以前有一个盘，他就在家里养盘那个。
盘子，盘子，他这个就在这里面，我说对不对？我喊了，你问一下舅公那个。现在是卖家的人带着奶奶在走以前的小时候这些路，然后回忆当时的一些场景。有啊有，咁啊拆晒，日本鬼子又光顾，啊经常翻牌，整下整下天生，做大王啊！你嗰几年除咗三十岁嗰次揾到家姐，仲做咗咩女嚟揾到家姐啊？对周围的环境都还挺熟悉，不断的在跟他的家人间分享回忆。这边就是麦奶奶一直记得的自己家里面的祖宴哈，蚕丝厂是自己的父亲开办的一个厂。但是现在已经看不见之前的厂房了哈，这一片土地呢，之前是麦姨奶奶父亲开的蚕丝厂。这里就是蚕丝厂。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还是麦姨奶奶的亲弟弟，一直在带着奶奶在家附近逛一逛，问奶奶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住过的、去过的地方。也很感谢直播间里面很多全国各地的网友哈，桂林网友、上海的网友，他们都在发来贺电，然后说祝福奶奶终于可以团圆，也是谢谢这些网友一直的关注。破坏晒，卖晒啲嘢晒啦！都得闲嘅嘢。
刚才麦奶奶的女儿说他们都在笑，我问他们笑什么，他说笑的是自己的舅舅哈，火山这边的舅舅的儿子长得都特别像他，特别像舅舅。奶奶说记得这个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之前是好大一片市场，不过现在已经修建成了这个居民楼了。好，是刚才他们在笑的是麦英奶奶的儿子都特别像麦奶奶的弟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一会儿我们会把他们的照片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到底像不像。哪点比我还高多啊？哪点比我啊？这个鸡的鸡的量在前面。外婆屋企喺小埔啊，好远啊，太远啊，系你外婆啊，好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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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在这里，外婆就在这个方向，好远啊，听到就是快快快，这里怎么过去的？小埔啊，快帮我摸，小埔啊，快记得我，快记得我，老公啊，你高点啊，好苦啊。奶奶还记得自己的舅舅啊，他们舅母他们之前是住在这边。老师也就揾个中间坑噶嘛，咩个中间咁转噶喎？这个就上个庙，这个就是吗？上个庙，这个就上庙，现在不行了。哦，等一下再找我俩休息，没得进山，这样子，像那个啥，像个庙的就几个庙呢？老爹，上不上全国去吃嘛？咋没关系了？到了，快点。好，家长得先查一下噻，把信息先做个查的关系，再找个庙，叫他先过个庙再关系。因为你是太阳的气势不能了，你这爹咋都不出来了？两位姐，我的外婆现在哪一块？啊，没地方，你当地瓜。俊龙，到了这边有什么感觉吗？这边吗？换着温泉站的人看这个庙，这里啊。这个就是庙。前面关了门的，不给进。这就是奶奶一直要想要来拜一拜的这个庙，但现在在修缮，所以关着门，我们也进不去了。之前来这个庙拜过。那不拜的，拜过，经常来拜。等他。来这边好晒，多少天啊？这天也蛮好嘛，天也蛮不错。下雨了。没下雨，不冷不热，太阳大吗？把太阳好大。
我就连他们那生意蛮好点的，你要不要走他那边去，你也帮忙去。没得到你这了。奶奶说什么？他说他舅妈那里，就是他外婆家那里还要好一点，比他们这里。哦。小时候嘞。小时候还要好一点。哦，小时候他。他说一分贵就在居住外头，他那个一分贵，他要房子也起得蛮好的，都得花不起。这里呢，合成。他是在温泉那里吧？这个就是白洗的话，哎，你看他一个个大板箱的，他那个板箱，你讲什么？还有个板板箱的，有什么？两箱多，两箱多啊，两箱多啊，两箱多箱啊。哦，一点就几个箱子。那边那个食堂，原来就是那种那样的箱，那个箱，一整一整的那个食堂里面，原来就是现在就是，我不是。我们刚最开始去那里啊，他说以前那方面就不是灯笼，就是挂着那个香。这是河村当地一个祭拜的地方。现在他们带着麦英奶奶过来看看，麦英奶奶对这一切是比较熟悉的。他经常提，我们那个台牌像塔一样的那种香，然后在食堂那里就说了，在食堂那里就说了，他说他记忆当中的香是那种像塔一样的，就是塔香嘛，然后在这边就看到了。哎呀，我第一次当生意圆梦呢，这么多年，终于又可以回想起小时候所有的场景，都回忆起来，所以现在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满满的，可以安心的安心，可以跟家人一起来看一下。是在他小时候的走过的这些街道。才走啊！本来预计今天早上八点钟，不是啊，
吃早饭呐、啊，九点钟啊，那炒炒菜，主要是俺们觉得吃完也不要紧嘛，夜晚到午也不要紧，晚点到也不要紧。嗯，不是。哎，他刚说什么？奶奶说，就是说吃这个早饭，吃午饭，再玩一下。跟奶奶的弟弟再聊一下天，再走也不迟吧。啊，奶奶这现在她特别想留在这边多待一会儿，是吧？对对对。本来我们买的是明天早上的票。对。你个就是了，老人家就是的，行情不好就不好的，这个电脑也慢一个，今天没冷，天气也照顾他。啊，天气好。啊，奶奶说这个天气也比较好，特别照顾他。我就买不到了，可惜了。可以嘛？好。大家你看，大家的。那就苗当来就是地方路，他不就是地方路噻？这个提醒点，这奶奶从小跟我说的，到现在，所见的都是跟奶奶记忆都是一模一样的，就跟小时候的成绩。奶奶说他就因为没有文化，要不然早就回来了，是吧？早就找到了，早就自己找了。但是奶奶把这个事情埋在心里。外公我都不讲究啊，哪个想不讲？家人讲出给你们听的啊，哪个想讲不讲？奶奶说家人问他都不说，他一直把这个事儿藏在自己心里。杨老板，面该请过他。我请了，真的。哎。我在云南在开一个学习。要看你中了吗？你还是。奶奶可能在咱们直播厅看直播的网友还不清楚啊，今天在这里来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现在画面里的坐在轮椅上的这位奶奶呢是麦英奶奶，她今年是83岁左右，具体的年龄呢还得跟她的弟弟核实啊，因为我们跟她弟弟沟通上呢有点困难，所以得待会儿再问一下。奶奶是在她8岁的时候，也就1944年的样子，在广东佛山这个地方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广西桂林。多年来她一直在寻亲，直到半年前通过宝贝回家志愿者，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人。今天上午，然后老奶奶麦英她终于跟她的亲弟弟在广东佛山河村这个地方相聚。现在呢是一直带着麦英奶奶在走她小时候熟悉的这些路这些街道，然后麦英奶奶对这一些路和一直没有改变的一些房子呢印象是比较深刻，包括刚刚可能大家也看到这个路边的一些小河道。本来麦奶奶是打算要，本来是买的明天早上8点钟的车票，她刚刚不停的在跟我们说，也在跟她的孙子讲，她说明天那么早回去干嘛，能不能晚一点回去，她说可以吃个早饭，再吃个午饭，再跟她弟弟聊聊天，然后再回去。
奶奶，你跟弟弟说话能听懂吗？听不懂。听不懂。听不懂。但还是想多叫了。麦奶奶跟他的弟弟其实语言上是难比较难沟通的，但他还是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说希望可以晚一点走。他和那几个平常人家同学们都晚过去了，现在就语言进多少，就经开好了。他说什么？奶奶说以前出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房子也没有这么好，现在房子都修得这么好了，变化比较大。变化比较大。但是基本的地貌还没变，这条小河啊，还在巷子啊，在老建筑啊都还在。他都还记得。对。不会的嘛。接下来眼睛睛都肥一点，胸都肥嘞。舅舅比奶奶年轻六岁。哦，对。舅舅，那舅舅现在是多少岁？16岁。十六吗？生的四个女也不错，这女婿都不错。对，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跟你们这边正好相反。相反，我们那边四个儿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也是很缘分。火山这边是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对，很巧合啊，这个。是巧合的。不知道了，我们现在就分手了。在1944年的时候，曼英奶奶被拐走，她的妹妹也被拐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们刚刚在提到说还有一个小姨没有找到。刚奶奶说这个石头也是以前的，她也记忆非常深刻。麦奶奶的弟弟在向他的街坊邻居讲他的姐姐回来了，找到了。我再翻来老豆直播晒你噶，电视台直播晒你噶，这下子他们从就是把那个煮那个饭、青菜，送在这里，让那个叫花子自己去拿来吃，哦、就是做一种慈善义工那种性质。之前会把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放在这个石头上，我们可以拍一个这个石碑哈。奶奶说这个石头有翻新过，他刚有
明确讲这个地方是，对，这个地方是之前他们会做一些饭菜放在这个石头上面，然后让烤饭的人来吃，这种串起来那个马克思的记得吗？奶奶到了这个老家之后什么事都想起来了，对，看到了就想起来了。奶奶在这边给你一杯的呢，奶奶在这边给你一杯的呢。开车啊，开车。奶奶刚刚跟我们讲说这边有一个石板桥，她印象会比较深刻，然后也在用粤语跟我们讲那个桥应该怎么样的发音，什么球球。奶奶回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对周围的环境都特别熟悉，能回忆起来的事情也比较多。在过去呢，这个南基南庄，这个呢水泥路，经过山中啊。奶奶的弟弟一直在介绍这条路上的一些改变。我这边的风格，我这边的马格。这边是卖家，那边是老家。哦，对，一个是这个，一个是那个。刚刚奶奶在。刚奶奶的弟弟呢，在跟奶奶和他的后代介绍这边的地理位置和改变，说那边是卖家，然后这边就是属于皇家了。有个炮楼，有条木桥，有木桥，有条木桥。奶奶弟弟在说，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木桥，现在改了，木桥现在改成了一个石板桥。就正在经过的这条路上。我给他军刀。这边的王家，行入去大街。你们能听懂吗？听不了多少，大约能知道一点点。就边猜，是吗？他就是猜一半，听一半。有的话能够听懂一点吗？快嘛，变那个双皮枪。要讲这边慢慢的平衡，还有个双皮枪啊。这边，以前那个生产基地的呢。麦奶奶的弟弟刚在跟我们讲，这边是以前的一个老的一个生产基地。以前那个王家个村庄啊，有没住那个王家村庄啊？这边。这边是皇家祠堂。皇家祠堂。皇家和卖家是什么关系？这个村里可能是主要是有皇家和卖家两个姓氏，两个大户吧。对，刚才爷爷给我们介绍，这个是皇家，那边是卖家。这
那是杨桃香樟树吧，香樟树。有点像香樟树。如果在山屋，嗯。房子里面的基本上都改建了，那还是几十年的，这个老房子还肯定是老的，对吧？这里刚修的，刚修的，翻修的。请问你以前有没有？没有。原来。现在进去也到。这奶奶说这是刚修的，刚修的。这是青铜色。他都上的是啥？记忆力很好，从小就一直在说，只是说你们卖家的记忆力不错。奶奶，从儿小姑太呀，搞清外婆的屋子呀，从儿小姑啊。不啊，奶奶是不是想去杀外婆这家？是不是想？我的香蕉才买不来，又怪又啊。爷爷在问奶奶想不想去外婆的家里。他说一会儿去就去。下午开车过去，下午可以开车带奶奶过去。走路过去，走路过去，朋友的，我旁边买。现在爷爷带着奶奶到了今天中午要吃饭的地方了。推进去。
我给奶奶加杯水，我给奶奶煮张汤。现在奶奶是已经到了今天中午要吃饭的地方了，一会儿呢两边的卖家人呢就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要给大家拍一下卖家的人。很多后代都在这里。奶奶现在心情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开心？奶奶想去。好，带奶奶去洗手间。好高兴，是这样。我洗的很多。我们现在来跟玉龙聊一下哈，今天终于带着奶奶回到了她自己的故乡，我看到你们的就都很激动，我看到你自己也在哭，可以跟我再回忆一下刚才的心情吗？当时太激动了。特别是看到奶奶，就是祭拜的时候啊，跪下去啊。这个场景跟你之前设想的一样吗？一样。你之前想的是什么样？没想到有这么隆重，就是感觉那一下的话。我们都不干。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网友的提问哈，因为看一下网友的回复，因为今天呢早上拍摄的时候确实比较的匆忙，然后没有来得及跟网友进行互动。哎，看到有网友，一个叫您的网友说直播真赞，谢谢这位网友。有一个叫陈富祥的网友说，老奶奶回到70多年前的童年记忆，童年是外婆家的记忆。没错，看来这位网友看直播非常的认真哈。刚才奶奶是回到了回去看了一看之前外婆家住的地方，还有爷爷家住的地方，然后还看到了之前爸爸开办的那个缫丝厂。看到了很多的老建筑，70年前的东西，让奶奶非常的感动。而且奶奶是一回到家乡，看到这些老房子，就什么很多事儿都想起来了哈，还想起来之前是在哪里拜的观音庙，然后还想起来之前会自己会煮饭放在村口的石头上给流浪的乞讨的人吃。虽然现在两家人的方言已经很难进行沟通了，但是他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聚在这里聊天。开不开心啊你？这个是奶奶的孙子和孙女的孙女婿。别说这个位置是留给姐姐的。
爷是在等奶奶哈，想坐下，好你等。爷还没好开心啊，还没好开心啊，开心。家里人懂吗？这个位置留给姐姐的。他下午穿的帽子都压着，
我们现在到外面安静的一点的地方去稍微跟玉龙聊一聊，然后就不打扰他们一家团聚的时刻了。坐吧。哎，慧云，刚才看你也是情绪特别激动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刚才的心情吗？今天下午呢，奶奶呢就是出去通过公安局的宣布啊，宣布两个老人确实是亲生的姐弟两个人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在场的所有的青年呢都是非常的激动。我相信在看到这个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同样是为了奶奶和这个爷爷非常感到高兴的，是不是？经过一个上午的跟踪的话，我们带着奶奶参观了她记忆当中的家乡。以前在我们她奶奶给我们说的一些琐碎的记忆呢，现在今天上午我终于成了现实，把一些琐碎的记忆串联起来的话，我们跟着奶奶一路游玩了她跟她的那个家乡，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在这里呢，那边就是两个家族吧，跟着一起欢聚一堂，准备就餐，都是其乐融融的。玉龙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就是说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宝贝回家，还有你们新京报的记者全程跟拍，给我们就是说在你们的帮助下才找到我奶奶的老家吧，也是很感谢你们。还有今天在公安局宣布认亲成功之后，我们特别激动，也是说这么长时间这么久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心情很好，很高兴，很开心，陪着奶奶走过了她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哈，心里面应该也很有感慨哈。特别是奶奶有时候给我们私底下说什么庙堂啊，什么祠堂啊，都在这里一一验证的，在我们心里面觉得奶奶是很伟大的，觉得奶奶很伟大。那自己终于帮奶奶实现了这个心愿，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开心？自己肯定开心了，自豪。因为平常的时候一谈到奶奶你是哪里的什么的，奶奶总是不说话的，现在可以，奶奶可以昂首挺胸说我的老家是在广东合川，对不对？对，我看他都对外人都现人家问他哪里，他都说他是广东人。奶奶都不好说自己是广东的了。之前问奶奶她是哪里人，奶奶会都是说哎呀我是新安的什么的，就是不说是广东的，就说自己是广西那边的嘛啊。因为她记忆不清楚啊，她讲出来的话她担心没有人相信的。对，包括找到的这个地方她自己她都不相信。今天她每走一个地方，你看她这个地方是不是我跟你说的是一样吧，她就这样就希望不断的来证实。对对对，她是这个意思了。以后准备还会带奶奶回来看吗？这个是必须的，只要奶奶身体允许，我们逢年过节啊都可以带过来看一下。想要跟这边多走动。对，也是雪龙水啊，这个是很有想法的。你看这奶奶跟舅公两个人一相认那个场面，我们都感动得要死。那你们看到舅公有什么感觉吗？亲切吗？因为他是奶奶的弟弟，你看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亲人，那一份亲情都是在的，不管多久没见，亲情都是一样的。好，那也是恭喜你们一家人。谢谢你。再次感谢宝贝回家以及亲戚。没事。那你们那接下来你们先去吃饭吧，去吃饭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那我们先过去啊。好，谢谢。感谢大家一直在收看我们新京报我们视频的直播。那这一次的跟拍麦依奶奶回家呢，这一趟旅程可能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也是已经平安的把麦奶奶送回家，找到自己的亲弟弟。那跟大家汇报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行程哈，今天早上我们是大概9点从住的地方出发，然后广东佛山这个卖家的人派了车去接奶奶，但奶奶是
六点钟就起来了，也睡不着，就特别激动。然后九点半的时候跟自己的弟弟相认，然后当时两家人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就是大家都流出了眼泪。然后之后呢，有佛山这边的公安来现场宣读了一下这个 DNA 的比对结果，确认了爷爷就是麦英奶奶的亲生弟弟，相差六岁，所有的事实都和麦英奶奶的记忆是吻合的，所以我们这次确定，我们这一次的，终于为麦英奶奶找到了家人，阔别74年的家人，我自己也是很感动，很感谢，网友们一直在关注我们，支持我们，然后也很感谢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哈，如果这次不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直在帮助，那可能，麦英奶奶想要找到家人的这个心愿哈，还不能这么快的去实现，非常感谢宝贝回家，然后也谢谢各位网友，还再次谢谢各位网友，全国各地的网友刚才都在给麦奶奶祝福点赞。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新京报我们视频的直播，我们之后会给大家做出更多精彩的视频和直播节目，大家可以关注新京报我们视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我们视频的拼音全拼就可以关注我们。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拜拜。